在别墅二楼的小白根本没有机会走出房间。这一天，在英俊叔为了穿上塑身衣的时候偷袭成功，跑了出去，但大门却被英俊叔用遥控器锁死。无路可走的小白选择了自我了结，却还是被医术精湛的英俊叔救了回来。就算逃不出去，小白也依旧没有放弃反抗，他拒绝穿裙子和学习化妆。为了打发时间，他开始学起了瑜伽。另一边，英俊叔找到母亲，安排他照顾小白，他在家里装上了监控器。英俊叔每天都会在监控前看着他的一举一动。几年后，小白仿佛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，甚至爱上了囚禁自己的英俊叔。面对小白对自己的爱意，英俊叔显得措手不及。母亲金发姐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，并对此始终惶恐不安。她解雇了别墅里其他的佣人。这一天，一个身穿奇装异服的男人找上了门，他是金发姐的私生子鸡贼叔，从小就坏事做尽，当年跟英俊叔妻子私奔，最后逃走的也是他。原来他这次来是来避风头的，因为前不久抢银行被拍到正面，迫于无奈只好来投靠英俊叔。金发姐本想在吃完饭后就赶他走，可谁知鸡贼叔执意要留下来，甚至还想让整容医生英俊叔给自己改头换面，以躲避警察的追捕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了监控中的小白，这个女人竟然和之前的情人一模一样。鸡贼叔的眼中写满了贪婪，金发姐意识到不对，拿出枪想立刻将他赶出去，谁知他不仅抢过枪控制住他，还一把将他绑在了椅子上。二楼的小白听到枪声，却又听不到金发姐的回应，意识到大事不妙的他在房间里忐忑地等待着。鸡贼叔一扇扇门的打开，疯狂地寻找着小白，发现最后一扇门死死地锁住，随后威胁母亲找到了钥匙。这时刚下班的英俊叔在监控中看到了不堪入目的画面，满腔怒火的他举着枪冲了进来，屏幕外的金发姐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。然而英俊叔最终还是只朝着光头开了枪。事后金发姐淡定地收拾着殷红血迹的床单被褥，告诉小白英俊叔和鸡贼叔是同母异父的兄弟，虽然两人的父亲不同，但全是天生的疯子。经历过这件事后，英俊叔和小白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英俊叔允许小白可以走出那间屋子，而小白也承诺不会离开英俊叔，他们就像普通夫妻一样共处一室。但金发姐始终对小白充满了防备，毕竟如此自由的环境，他随时可以偷跑出去。英俊叔不以为然，在他眼里小白早已臣服自己，甚至还让小白和母亲一起出去购物。这一天，英俊叔的领导拿出报纸，指着上面的寻人启事，小帅赫然就在失踪人口之列，他的母亲从未放弃寻找他。领导表示已经查出当年给他变心的文件是假的，并怀疑就是英俊叔绑架并囚禁了他，还利用小帅做人体实验。英俊叔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，默默拿出了抽屉里的手枪，被吓到的领导起身准备离开。这时小白回来了，他主动承认自己就是当年失踪的小帅，也是自己主动变心并留在这里的，现在叫小白。看到举止亲昵的两人，领导只能悻悻离去。桌上的报纸让小帅的灵魂开始苏醒，但小白只能强装镇定，用抽烟来缓解自己颤抖的身体。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为了让英俊叔对自己彻底放心。晚上借口出来找润滑油的小白来到楼下，把抽屉里的枪塞进了自己的手提包，亲了亲报纸上自己的照片，提着包推开了卧室的门。当心智高昂的英俊叔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时，脸上写满了震惊，他早就把小白当成了自己的妻子。小白眼里饱含泪水，但还是毅然决然地扣动了扳机。闻声赶来的金发姐看到儿子的尸体后大喊着要杀了他，这时床底伸出一把手枪，金发姐应声倒地。天亮后，小白回到了家中的裁缝铺，看着这里熟悉又陌生的一切，内心感慨万千。他看见了六年没见的妈妈，还有当年暗恋的女店员。小白告诉他自己这六年来经历了绑架、囚禁、变性和杀人，并脱下外套向店员证实自己就是小帅。女店员久久无法平静，泪流满面。闻声赶来的母亲也已经接受了儿子成为女儿的事实。电影到这画上句号，影片中的小白也就是小帅这么多年依然不忘自己是谁，也敢于承认自己是谁，他始终记得自己是怎样的存在。虽然他完全可以以女人的身份开始新的生活，但他还是勇敢地做回了自己。当他走进他生活了20年的裁缝铺的那一刻，他的勇气值得钦佩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，我是香兰，咱们下期再见。